我是王维明导演。寒蝉效应是一个有极度残酷人性考验的一个校园爱情故事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网络上有一些对你的诽谤。导演王维明处女作《寒蝉效应》获得本届金马奖三项提名，在釜山影展大获好评。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想说或不敢说，慢慢的我们就不去面对它。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寒蝉效应，我们自己身在其中而不知。那在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人都面对到这样的问题。戴立忍与线上四大实力派女星联手演出，精彩诠释校园中的情感风暴。事实上，她是一个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，可她在市侩的那一面的时候，她变成非常冷酷，甚至于说是让别人很嫌恶的一种表演方式啊。异想世界本周为您分享导演王维明的《寒蝉效应》，10月17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